票入场。没想过会起止。歌手佳佳邀请茄子蛋推出了单曲《何妨》，歌词描绘人们面对非主流爱情时的心情。在今天的流行音乐市场，歌手最主要的收益来源就是 MV 点阅率和商业演出。该如何在推广单曲 MV 的同时宣传演唱会？我们贴合歌词意境打造非主流爱情 MV， 描述生活贫乏的男主角透过网络交友恋上了行踪飘忽名为何妨的女孩。人们除了透过 MV 观看这段爱情故事，也能扫影片中的 QR Code 加入何妨的 LINE 账号，和使用者展开一段恋爱的养成。古灵精怪的何妨对爱情充满不安，使用者只要在聊天中以 MV 的线索为他解开心结，通过他的考验，就有机会一起去听佳佳的演唱会。在揭露演唱会资讯的同时，促使人们反复点阅 MV 解读彩蛋。此外，我们为何妨写入大量时事关键字，除了尬聊、感情、流行语，甚至涵盖上线期间选举相关字词，能回应人们生活化的聊天。网友纷纷上传和何妨的趣味对话，传播效应再扩散。零广告投放，三周内获得6400多次交友邀请，每位好友单日平均互动时间高达43分钟，比使用交友软体的时间还长。在何妨账号功成身退即将关闭之际，涌入网友道别讯息，让 MV 成为可以一再回味的好故事。而那个约你去看演唱会的女孩，则会停在你的心里。